to shut my parents. I think they're all breathing. They're on the floor. What suburb are you in? They're not breathing. What do I do? What suburb are you in? North Ryde. North Ryde. Yes. And your parents are both... They don't know me. They're both being shot, have they? I don't know. This is out of luck. My mom... Just told him. Yeah, we will. We will. We're sending an ambulance now. 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不幸的是，这一家四口只剩下他活了下来。望着他蜷缩在车库一角，警方是心疼不已。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警方意料，惨案仅过去三天，他就关心起遗产有多少，在葬礼上唱起《甜蜜的一天》，用国家补偿金购买豪车。他如此行为，想不让人怀疑都难。很自然的，警方注意到了他。原来这是一个充满谎言和贪婪的故事。他对父母、对亲戚、对朋友都在撒谎，甚至他连自己都骗。自2004年被判有罪以来，他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2023年4月3日，他的上诉再次被驳回，至今仍在监狱服刑。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先穿越回2001年，带大家重新回顾一下案件的细节。北莱德属于新南威尔士的一个郊区，临近麦考瑞大学，号称澳洲硅谷。这里不仅汇集了多家高科技企业，比如微软、惠普、甲骨文、3M 公司等等，而且交通便利，既有火车站，又有频繁的巴士，距离中央商务区仅15公里，这让其成为一个闹中取静、中产阶级理想的住家位置。在北莱德克林斯街6号坐落着一栋2层楼房、4房3卫、有2个车位、带草坪的531平大别墅，极为气派。1999年，泰迪·冈萨雷斯以32.2万澳元买下了这里。装修之后，他们一家四口于2000年12月正式入住。泰迪是一位励志型人物，1954年出生于菲律宾碧瑶市，在家排行老四。面对贫穷的家境，他没有抱怨，而是努力学习。一路考进碧瑶学院基金会法学院攻读法律系。快毕业的时候，泰迪遇到了小3岁的学妹洛瓦，两个人是一见钟情。洛瓦在家排行老大，温柔大方，她和泰迪一样也非常努力。1977年，洛瓦一毕业，两个人就结婚了。别看泰迪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经常会制造一些小惊喜，比如送花、烛光晚餐什么的。1980年9月16日，两人的儿子赛夫出生了。这个名字是有特殊意义的。泰迪本打算在儿子21岁生日时公布赛夫究竟有什么含义。1983年7月9日，女儿克洛丁出生了。学法律专业的泰迪先是在房地产行业慢慢积累财富，后逐渐开始涉足音响店、药店、酒店等等。他自己厉害就算了，老婆洛瓦娘家更是厉害。他妹夫的爸爸当过碧瑶市长，任期是1986年到1988年，而这期间泰迪任市长秘书，所以说他们家在官场、商场那都是一路畅通啊。1989年，泰迪拿出积蓄自建一栋4层带40个房间的酒店，生意不错。但开业不到一年，一场7.7级的地震袭击了碧瑶市，造成142人死亡。顷刻之间，泰迪的生意和家都没了。更要命的是，地震发生时，他儿子赛夫卡在楼梯里，是泰迪不顾危险从裂缝中爬进去救出儿子的，这让他落下了慢性韧带损伤的毛病。好在一家人都是平安无事，泰迪和洛瓦觉得是老天爷在眷顾他们，两个人重新燃起了斗志。不过这一次，他们决定移民澳大利亚，因为洛瓦的另一个妹妹艾米丽一家在那生活得非常不错。1999年，泰迪重新学习考试，获得了澳大利亚的律师执业证。1993年，他开了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洛瓦主内负责管理和协调，他主外负责拉业务。泰迪非常厉害，订单是一个接一个，这也让他们很快跻身于社区的中产阶级。由于夫妻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不仅在家里设了祭坛，每周还参加3到4次的教堂弥撒。另外，他们也很看重教育，希望子女将来的成就能在他们之上，所以在教育子女上的花费从不吝啬，且赏罚分明，只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业。而这竟然为多年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2001年7月10日，夫妻两个人各自开车去上班。儿子赛夫今天也很忙，上午要去学校，下午要去律所，晚上还和朋友有约。这一天只有放寒假在家的克洛丁最悠闲了，他边看书边和同学聊天。昨天他刚过完18岁的生日，意犹未尽，他还想着和同学们再过一次，正发信息商量着，可还没商量出个结果，克洛丁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晚上11点45分，赛夫到家，3分钟之后便出现了片头的一幕。赛夫打完报警电话之后，立马求助邻居。当他提到看到两个人影时，邻居们惊慌失措地再次报警。见赛夫仍想往家里冲，其中一个邻居把他拦住了。突然，赛夫喊道：“我会心肺复苏。”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冲到屋里了。邻居也顾不上危险，直接追进去将他拽回来。虽然午夜过后没几分钟，警方和医护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但还是为时已晚。46岁的泰迪、43岁的洛瓦和他们18岁的女儿克洛丁早已没了呼吸。而且医护人员发现，三个人不是被枪杀，而是被利器所伤，特别是洛瓦脖子处的大伤口非常醒目。随后警犬队也加入了进来，重点搜索赛夫提到的人影。可能是当晚下了雨，警犬未能找到任何踪迹。看着瘫坐在地上的赛夫，高级警员麦克先去安慰了他，然后询问最近是否有异常情况。赛夫说，昨天妹妹的生日聚餐之后，一家人在开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起路怒事件，有一辆车快速经过并大喊道：“去死吧，亚洲人！”这句话引起了麦克的注意，他一直疑惑为什么现场会出现这样的涂鸦。现在他有了侦查方向，仇亚事件。7月11日凌晨3点，赛夫在警局叙述了他当天的行程。案发时他正在赴朋友的约，而且两个人不是临时起约的，是前一天就约好。赛夫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就排除了他的嫌疑。7月13日，赛夫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悬赏10万澳元来征集线索。 But if you were to picture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 in my world we were the four.My family, friends, and myself would like to ask anyone out there to please help us.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出现了很多疑点，似乎预示着这并不是一起仇亚事件。泰迪和洛瓦钱包里的近1000元现金都在，凶手不为财。房屋里干净整洁，虽然每个房间的柜门、抽屉都被打开，但里面的衣服却像商品陈列一样整齐。三个人死状惨烈，除了洛瓦的大伤口之外，克洛丁也有7处刀伤和多处钝器伤，他房间墙上的凹痕就是证据。厨房丢失了2把刀，后被证实刀口与受害者伤口符合。泰迪家的6条狗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且都被锁在洗衣房里。现场唯一的强行入侵点厨房，在其台面上未发现脚印。经过测试表明，纱窗是事后被拆下来剪断的。三个人的遇害时间不相同，整个过程至少持续了3个小时。So working out that Claudine and Mrs. Gonzalez had lower body temperatures than Mr. Gonzalez gave us a clue, and I think an important clue, that their deaths were considerably earlier in the piece than Mr. Gonzalez. 血迹表明，公文包、手提包也不是在袭击打斗时散落的，而是在事后被刻意布置在现场。于是警方就换了一个调查方向。首先确定每个人的具体遇害时间，通过查询他们的电话记录，最终推断出克洛丁的遇害时间为下午4点10分到4点半，因为他生前最后发出短信的时间是4点10分，桌上翻开的书代表他当时正在学习。洛瓦的遇害时间为5点半左右，他那天是4点50下班，开车30到40分钟到家，一进家就遇害了。这一点可以从他穿的鞋子看出来，通常他到家后会先换鞋，然后将手提包放在两个特定的地方之一。泰迪的遇害时间是7点左右，因为他在6点23下班时给家里打了2个电话，他也是刚进家就遇害。从他被袭击的地点、上班着装以及身旁的公文包等等细节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是仇亚事件，凶手不可能非常耐心地等每个人回家，还忘带凶器就地取材，等解决掉所有人之后，最后还不忘悠闲地洗个澡，因为浴室的地面有积水，应该是被人使用过。
案发六天之后，警方要求塞夫重新叙述一遍当晚的情况。这一次，警方就发现了他话里的漏洞。他说他是晚上六点左右到家门口的，还没来得及下车，就接到朋友发来的短信，他们约的饭局要推迟两个小时。塞夫收到信息之后，外面正在下雨，他就没有下车回家，只是给家里座机打了一个电话，发现无人接听之后，就直接开车离开了，准备去见另一个朋友来消磨这段时间。另一个朋友住在28公里外的布莱克镇，最近刚搬家，这导致他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找到新地方。晚上8点，塞夫终于见到朋友了，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打电玩，直到11点45分，他开车到家之后，然后报了警。塞夫特别有提到，妹妹克洛丁被发现时正在流血，他还做了心肺复苏来尝试抢救她。不过很显然，两个小时找不到朋友的新家地址，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谎言。法医报告就直接推翻了他的第二点，克洛丁被发现时早已去世多时，当时根本不可能再出血，更不存在心脏跳动，而且在其身上也没有任何心肺复苏的痕迹。另外，塞夫之前说过看到两个人影，后来警方经过多次真人模拟得出，当塞夫开车进车库，再从车库内门进家期间的动静非常大，要是真有人的话，肯定会听到动静早跑了，不太可能被他看到。这么看来，这个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塞夫有大问题。警方就重点搜查他的房间，发现他的一件衣服上沾有和现场涂鸦相同的蓝油漆，以及没收了他的电脑和一个空鞋盒。警方根据空鞋盒买来一双一模一样的鞋，经过对比，竟与现场的血脚印相吻合。不仅如此，塞夫的电脑从2001年2月到7月，这近半年的搜索记录都是毒药、有毒植物等等。顺着这条线索，查到他于6月24日购买过有毒植物的种子。而巧合的是，他母亲洛瓦在遇害前一周的7月3日就因腹痛腹泻挂了急诊，住了一天院才好转。当时医生诊断为结肠炎，因为从洛瓦的各种化验单来看，并不符合食物中毒。不过现在看来，警方有理由相信当时洛瓦就是中了毒种子的毒。8月3日，警方第三次询问塞夫，他说自己买毒种子是失恋想轻生，又是一个不高明的谎言。但警方手上又没有实质性的直接证据，并不能拿他怎么样，于是决定放塞夫回去监听他的电话，并同步实施卧底计划。You are not under arrest. Yes. And you are free to leave if you wish to do so. Okay, you understand that? Yes. 说起来也有意思，其实塞夫不仅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连他的亲朋好友们都察觉到异常了。比如发布会当天，他特意去见了家里的会计师询问遗产，在葬礼上还唱了一首《甜蜜的一天》。Sorry, I never told you.现场300多名来宾都惊呆了。后来他搬进高级公寓，用国家补偿金来改装妈妈的车。案发2个月之后，他谎称自己得了脑癌，需要19万的紧急医疗费。他甚至给亲戚寄去了虚假的病历来骗钱花。不过假病历到了警察手里，塞夫不仅19万没拿到，后续的国家补偿金也被暂停了。没钱花的他开始变卖父母的珠宝、手表和2辆车。手上刚有点钱，他马上就去订了一辆价值17.3万澳元的雷克萨斯。销售还是有点顾虑地提醒道，这车挺贵的。塞夫毫不避讳地说，不用担心，我有遗产。塞夫的小姨艾米丽在案发那晚6点接儿子回家途中去过姐姐家，当时她看见塞夫的车就停在露天车棚里，而姐姐家里是一片漆黑，非常安静。她按了3次门铃都没人回应，就打算走到侧门往里看一看，竟然看到房子里面有人影。当时他还以为是衣帽架，看着看着，他突然想起来，姐姐家里可是养了6条狗啊！可他一声狗叫都没听见，是越想越害怕呀。于是就带着儿子先回家了。他记得很清楚，那会儿没下雨，而除了小姨艾米丽，泰迪的一个客户也看到。他是那天下午4:15到4:30来送文件时，看到露天车库里停着塞夫的车。塞夫的车很抢眼，是一辆蓝色福特，不会看错的。案发2个月之后，警方的卧底计划起作用了。
卧底通过夸赞赛夫衣品极佳，成功与之相识。熟了之后，他故意吹嘘自己在警局里面有眼线，赛夫就这样上钩了，竟然拜托他打听打听自己家案子的情况。卧底在警方的授意下，故意透露给赛夫，他的车在案发那天下午4点多被人看到停在他家车棚里。警方就想看一看赛夫要怎么圆这个谎。赛夫在得知之后，果然在默默准备着第二个不在场证明，并于2002年1月从容不迫地与警方对峙。他改口说，他其实在4点半之前就到家了，但他没有进家门，而是从家里打车去了风俗店放松了。之前没说是因为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羞于启齿，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电话早已被窃听了。他拼命给风俗店打电话询问，你们有没有摄像头，你们开业多久了，花名册有复印件吗，等等问题都被警方一一的记录下来。更加重要的是，他所说的那位应招女郎请了一周假，案发前后几天都不在。谎言被戳穿之后，他又说可能是记错人了，甚至安排了一位出租车司机来为他作证。但事实上，出租车司机不过是收了赛夫50澳元，写了一份口述证明并签了字。查到这里，警方基本确定赛夫就是凶手，但还不能正式提出指控，需要更加有力的证据才行。有意思的是，警方苦寻无果的证据，赛夫自己竟主动奉上。原来是之前警方的卧底向赛夫透露了关键的四点半有人看到他的车这条内幕之后，他对卧底在警局有眼线这件事是深信不疑，就再次求卧底帮忙打听打听，并附上他画出的案发当天现场的情况，画完还贴心地备注了每个人的遇害时间。要知道，每个人的具体遇害时间作为细节，警方从未对外披露过，除了警方就只有凶手知道了。而且画上的仇亚字迹经过比对与案发现场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警方正式逮捕赛夫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似有预谋的事。2002年6月2日晚上，警方接到了一起被人追杀的报案。晚上8点半，警方赶到时见到了面部轻微受伤躺在沟里的赛夫，他声称有人将一个塑料袋套在他头上然后打他，具体是什么人没看见，可当医生检查之后，发现赛夫头部并未受伤。不过这场闹剧却让警方意识到什么，因为赛夫提到了遗嘱执行人，他的外祖母。原来早在1998年2月23日，泰迪和洛瓦就制定了一份联合遗嘱，一，不管谁先离世，已故配偶的全部遗产归另一方继承；二，如果同时离世，那么赛夫和克洛丁一人一半；三，遗嘱认证由外祖母执行。警方担心赛夫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假装外祖母也被人追杀，然后意外遇害，不能再慢慢查下去了。2002年6月13日上午8点，警方带着搜查令以谋杀罪名逮捕了赛夫。随着赛夫被捕，有关这个家庭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也逐渐被公之于众。赛夫对至亲之人下此毒手的原因，也许能从中窥探一二。父亲泰迪和母亲洛瓦勤奋努力，终于过上了理想的生活。这么多年打拼，两个人积攒了约150万澳元以及130万比索的资产。他们不仅对自己严厉，对孩子们也不例外。不管是谁，只要表现好就会表扬。这也让赛夫从小就渴望被认可。父母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妹妹能成为一名教师。但事实上，赛夫成绩差劲，只喜欢唱歌。高三毕业之后，他没被任何大学的医学系或法律系录取。1999年，父亲是想方设法将他送进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学医。父母要求赛夫放弃音乐，专心学习，还安排他进私家律所打杂，心想着就算当不了医生，继承家业也行啊。可没想到2年之后，赛夫竟以退学收场。说起退学的原因，那就是他特别忙，忙到根本没时间上什么学。他不仅是绝对活力乐队的主唱，还有粉丝团，甚至有粉丝专门为他打造的页面，网页上有赛夫的演出照、猛男照，他横躺在众多模特大腿上的照片等等。音乐事业搞得有声有色，哪有时间上学呀？父亲泰迪无奈，于2000年年中再次出面将他送进麦考瑞大学读法律。为了鼓励他，还送了他一辆车，赛夫可喜欢了，专门定制了个性化车牌号。
说来也怪，在这之后他的成绩竟然突飞猛进啊，一直保持高分。每次成绩单寄到家里时就是他最开心的日子，因为父母对他夸个不停。有一次赛夫善心大发，悄悄地指导妹妹如何不露痕迹地把分数从75分改到 99.9 分，结果他马上就收到父母的警告，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没收他的福特车。妹妹除了向父母告状他改成绩，还向亲戚曝光了他的另一个秘闻，那就是赛夫从小到大都喜欢尿床，而且他一旦尿床，妈妈就要帮他洗衣服洗被单，有时候还会唠叨两句去看看心理医生吧。这样的丑闻自然成了亲戚们间的笑料，或许从那时候起他就有了投毒的想法。当然了，父母对妹妹也很严厉，当他们发现妹妹早恋之后，立马将其送到了墨尔本上高中。据说赛夫还帮其分手，帮的方式很直接，给男方发恐吓邮件。无独有偶，2001年5月底，赛夫交往仅两周的女友要和他分手，为了挽回心爱的女友，他又是送项链又是承诺带其见父母，结果可想而知，赛夫的结局和妹妹一样被分手了。赛夫想反抗，母亲却告诉他，如果继续交往，这个家将不欢迎你。赛夫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时刻都受到家人的威胁，被没收车，被断绝关系，被切断继承权等等，这些对于赛夫，对于这个家来说是一个地雷。而导火索是他两门课的缺考，他试图以上呼吸道感染的医疗证明来向老师争取补考，可惜并没能成功。他想起爸妈曾经说过的狠话，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把你送回菲律宾，澳大利亚的一切都将跟你没有关系。他不甘心，明明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是他的，他心想，如果这些都是自己说了算，该多好啊。6月24日，他开始了 A 计划，投毒。当天他下了一笔毒种子的订单，第二天查看发现种子并未发货，后来了解到是供应商在休年假，于是他立马发邮件过去称母亲六十大寿，自己订购的种子要在本周末当做生日礼物的，因为母亲去年在佛罗里达见过很喜欢，能不能请供应商帮忙破例一次。实际上母亲今年才43岁，她去年也没去过佛罗里达。6月29日，赛夫如愿赶在周五收到了种子，拿到种子之后，他用热水泡，然后把泡出来的水掺杂在食物里给母亲吃。7月1日，母亲身体不适，7月3日紧急住院，7月4日下午康复出院。为了制造母亲食物中毒的假象，赛夫于7月2日写了3封信，分别寄往母亲最爱的食品厂家、警察局和检疫局，落款身份均为食品厂曾经的雇员。其中厂家收到的内容为：你们公司有3种产品被下毒了，现在已经摆上了超市货架，哈哈，这就是你们把雇员不当人看待的下场。另外2家收到的内容是举报食品厂管理不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没有第一时间下架有毒商品，更没有向公众道歉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觉得母亲是食物中毒而亡，从而转移他自己的嫌疑。甚至在医院里他也假装胃部不适，但他没想到母亲竟然没事。警方后来推测，这很可能是赛夫提取毒液的方式不对。没过几天的7月6日，赛夫又因和女友分手的事儿和母亲大吵一架。当母亲呵斥道，如果你还继续交往，就别进这个家门了。这话赛夫非常耳熟，之前妹妹就是这样被送去墨尔本读书的。他很苦恼，也很害怕去菲律宾，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最近妹妹放假在家，两人的待遇是天差地别，妹妹被夸上天，他则被损到了泥土里。9日，妹妹的生日宴之后，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家给孤立了，不是车被没收，就是零花钱被减少。等马上成绩一出来，他更没好日子过了。赛夫是越想越惶恐，此刻他想对付的不仅仅是母亲，还有父亲以及会抢他遗产的妹妹。考虑到7月12日妹妹就要回墨尔本读书了，所以他决定明天就动手。他提前与朋友萨姆达西洛约好明晚8点一起吃饭，第二天一早他照常去上学，去自己家的公司实习，下午4点15分到家，拿起后备箱里早已准备好的棒球棍，感觉不够又去厨房里拿走了2把最长的菜刀，悄悄摸上楼来到妹妹的房间。那一刻他积攒多年的不满顷刻间涌上心头，
尿床是吧？改成绩是吧？送菲律宾是吧？他恨妹妹揭穿了他所有的谎言，他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挥动着手中的武器。五点半，母亲一进屋，他就发起了攻击。此刻他已杀红了眼，又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等他父亲泰迪进屋。一切结束之后，他开始抖落公文包，打开衣柜门，粗暴拆除厨房纱窗，然后换下作案的衣服，洗了个澡，最后将现场布置成仇亚的样子，在墙上喷涂带有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然而百密一疏，他在自己的夹克衫上留下了颜料痕迹，这也是唯一能够确定他在现场的证据。晚上七点多，他带走作案工具并处理掉，再准时接上朋友一起去好莱坞星球餐厅吃饭，又去电玩城玩到十一点多。他多么希望此刻家人能被其他人发现，这样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然而当他十一点四十五分回到安静无比的家时，他知道必须要自己报警了，因为他之前在家里蹲守的时候看到有人来过，那时是六点，所以他一开始就编造了六点左右到家门口的谎言。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四点半附近的客户也来过，并看到了他的车。其实从小到大，谎言就像赛夫的影子一样，他口中几乎没有实话，特别是在塑造成功这一方面，他可谓是说谎到了极致。在朋友眼中，赛夫是世界拳击冠军，是未来的音乐之星，葬礼上一首《甜蜜的一天》为他赢得了百万澳元的唱片合约，他还有稳定的家族事业、律师事务所，自己名下有一家模特公司，粉丝网页上展示的模特只是旗下一部分而已。但谎言就像泡沫一样，即使暂时遮住了真相，却终会被揭穿。2004年5月20日，赛夫被判处三个终身监禁，一个威胁食品污染罪。虽然他一直声称自己无罪，但在审判期间，陪审团注意到他家院子里有一种罕见的有毒植物，这正是赛夫当初随手扔掉的种子，现在却成了最有力的证据。赛夫也许很会说谎，但他对细节的把握可以说是糟糕透顶。还记得那个粉丝网页吗？相信你已经猜到了，那是他自己制作的。2003年，房子挂牌出售，这个曾经的幸福之家，如今却成了悉尼的恐怖之物，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直到2004年8月，一对来自台湾的佛教徒夫妇很喜欢这个地段，也喜欢屋里的构造，特别是二楼还有一个祭台。于是他们在不了解房屋历史的情况下，付了8万澳元定金。可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感觉被骗了，要求中介公司还钱。一开始公司还拒绝退款，两名当事经纪人还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呀，你又没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后来闹得很大，当地公平交易办公室介入调查，最终定金8万被退回，当事人因违背公平交易法被罚款21000澳元。除此之外，当地房地产协会也被要求重新规定宣传和销售房产的程序，一定要把信息披露完整。自此之后，这所房子前就竖起了一张牌匾，备注写着这里曾住过冈萨雷斯家族。随着房价不断下调，2005年10月7日，一对神秘买家以72万澳元买走了它。神秘买家还告诉妇女节杂志记者，他们不会让这栋房子的历史毁掉自己的梦想家园。2021年3月26日，赛夫第三次申请重审失败，目前他正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利斯哥惩教中心以最高戒备囚犯的身份服刑。至于赛夫·冈萨雷斯这个名字的含义，父亲曾经承诺过会在他21岁生日时说出来，但他注定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也没脸知道。好了，那以上就今天的故事。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那我们下期再见。